看过《都说在》，人气直冲啊！我觉得真的应该找我去代言吃吃喝喝的东西了，对不对？林巧巧吹自己比前天看秋风他们吃羊肉炉还可恶。有啊，我记得那时候我也有来吃一下。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好像，诶，有吗？诶，没有，我忘了。诶，有啊，我记得我有去吃，我有去镜头前面吃一下。诶，开始了。够，不知道怎么出装，跟着推荐装备出就对了。因为你打不好，你就说是推荐装备的错。巧巧、克克丽丽跟乌克丽丽有关？没有啊。柔柔没事吧？还好啊。整天吃香喝辣。为什么他手那么长？怎么会？我应该才是最长的。好凶哦！三下，哇，一下子把他打半条了。嘿嘿，这家伙要死人了！他现在很紧张，他一定很紧张。他没有想到我的贩子操作这么幽默，他不知道我曾经拜师学艺过。两个人叠在一起没点好，没有发挥到我三下。可是是怎样的拜师呢？普攻一下到对方，你基本上能够普攻到对方就有第一下了嘛。那马上 Q 靠近，这个第二下一定中。原因是因为除非对方用一特别的位移技能，不然你点第一下他往后，你 Q 之后的那第二下一定可以中，因为 Q 是往前冲。然后第二下打中之后，马上再一个一推人也会触发第三下。手套厉害了，别太靠近他。喂，没有扭出来。攻速好慢。要走东西吃了，好吃。哦，好鲜哦！我名字叫豆哥，却是女生，会不会怪怪的？还好吧。狗狗可以是男的，也可以是女的。一个换呐，治愈没有治愈到。出什么装啊？出陨落对不对？直上陨落，他的轨迹玩完了吗？还没啊，就慢慢。每次看跳跳台，我都会狂吃巧克力。幸好我是不吃不胖的体质，不然会肥去。咦，这种人太过分了。高雄的 ED 的世界有一间金色山脉，他们曾经有卖过巧克力啤酒。金色山脉很好吃，很好喝，但我还不知道他们有卖过巧克力啤酒，好酷哦！但其实说真的，我不喜欢喝
屁嘴，我不喜欢就是那种苦苦的感觉。但我知道有些人就会说啊，你没有喝过更好的、啊、好喝的啤酒，那种苦味不会有。可是我就是都还是有喝过，就是是没有到那么苦，但还是觉得不大喜欢。我觉得还是喜欢喝红酒或者是调酒，那啤酒特别的味道。吃东西，吃东西。点小屁，小小你也太瘦啦，多多少少还是有运动的。虽然不知道说什么效果。哎、欸，又是被打中了，又是我，怎么那么容易中他的打丢？打不丢。不丢，不是给，哦，僵尸进去了，真的假的？哎，他在干嘛、啊？冷静啊，伙伴！他们为什么？为什么牙刷要搭进去？我看不懂啊！哎、欸，好人姐都看到了，不吃。那一剑刚好在他一下来的时候打到他。哇哇塞哦先下再考一下哦，赶快去准备明天的考试呗。我觉得红酒那些都好臭，讨厌到底哪里好喝。没关系啊，不喜欢喝酒其实还好。对啊，那 party 之前听起来声音觉得大，那 party 之后听起来像帅哥，你有事吗？十根圈位好像会爆炸，对啊，那个普罗圈位就会爆炸。我爸自己会酿酒，这么厉害，可以把我拿去酿吗？不准。现在不是白金吗？怎么好像很多人酒都喝完？哇塞！哎，我的饭还不错啊，我的饭还行吧。开玩笑啊，我的饭曾经还是有想要练的，可是后来觉得不大适合。技巧度太高了，对啊。悄悄有玩 POE 吗？有啊，我们那时候有玩，可是后来在台服的时候就没有玩太久，毕竟玩网络游戏还要玩太久。好的。困啦，巧巧的饭好吃啊！看到你喜欢喝酒，还好耶，不常喝。应该说饮料其实我也都没有很常，然后都还是喝水比较多。哎，太慢了。
刚应该先一的，因为这样子可以让他撞起来。太习惯用那招三下打。Nice， 完了，我要坏了，他没大。哎，这是吃兵吧？好运姐，好运姐，你是在吃兵吧？好，我知道他想要推塔。哎哎哎哎，又中了。等一下，悄悄走健康路线，还好啦，就喝水啊。觉得多喝水有益身体健康，而且水水也好喝，对吧？喝水健康的。中了，嘿嘿，啊，想放我大，一个 Q， 就扭过去啦，哎，喂，哎，还是有中，嗯，不是，偶尔会顿顿，快去吃补。有点卡卡的感觉。莫非？哦，我来。哎，我让我看一下 ，What happened 吗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？家伙，让我来打吧你们！他叫你几年级？牙术不会打，我是信三信四断考，加油哦！悄悄感冒了，不是感冒了，只是痒痒而已。明天没办法看，没有关系啊！明天要考试，赶快去考，赶快去读书，赶快休息。还在这里。就在啊！等一下，我要关那个东西，是不是还在？是。他一个，他想要打别人，我刚好也走那个位置来，然后莫名其妙就被打了。好啦，我东西都关了。因为我刚刚在挂东西，我后来才注意到，拿出这个电刀，要去读书的加油，不用抱歉啊，刚刚是我的错，我太慢来了，就是要打我，不是啊，他其实应该是打别人。因为我是直冲过来，我没有想要扭，我想要他应该没 R， 或者是也会 R 到其他前排的。
凶哦。